嘿，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小蓝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这个 JJ 铁粉挑战的所有位置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啊，就直接出发。首先第一个点呢，在这个普隆德拉的右下角；第二个点呢，在西门的最左边，这个小岛的最右边。那基本上你要靠近才会触发。普隆德拉的第三个点在南门的右上；第四个点呢，在北门的正右边。那再来，我们去这个伊斯鲁德。第五个玻璃岛的在正中间，第七个积分的在这里，积分右下，积分东部的在这里正下方，积分西部的在正中间，积分北部的在左上，这边要稍微走到里面一点点才看得到。伊斯鲁德在极限挑战旁边呢。博伊亚兰岛的在左上，孟罗克的在左后方、左下方这边房子后面，孟罗克的在斯芬克斯密穴后面这个楼梯上面，孟罗克的在下方偏右的位置，苏克拉特沙漠在出口往下面走一点点，左边下面。苏克拉特南部在左边上面，斐扬城里面在右下角，弓箭手村的在右上，然后维里里面，斐扬树林在最右下角，斐扬南部在中间这个凹槽里面。OK， 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完成了这个全部的 JJ 任务啦。其他的部分的话，就是要自己去慢慢一个一个完成咯。希望这边有帮助到大家，喜欢影片的话记得帮我点个赞以及订阅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